剧总，各位领袖，各位爱多美的家人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是黄玉涵，星光大师，很开心今天呢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介绍爱多美的产品。爱多美在台湾将近有5年多的时间屡创佳绩，除了呢我们优秀的公司背景、董事长以及公平的奖金制度以外，其实呢重点呢就在于爱多美这生活化以及多元化的产品。我大致上呢将爱多美的产品呢分成了5大类型。第一大类型，保健食品；第二个，普通食品；第三个，一般日用品；美容护肤品；到最后的居家用品。你会说什么人可以用啊？我只能说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小，不分职业，不分地区的人都可以使用，大家认同吗？那你会说，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呢？我也只能说啊，从你早上8点睁开眼睛起床，到你晚上10点睡觉都用得到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玉涵的一天，大家也来一起来听听看自己的一天有没有跟玉涵一样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早上起床之后呢，大家第一件事情通常都是做什么？哦，不是看手机看 PV 哈、哦，好，对，通常呢都是先去厕所刷牙洗脸，所以这时候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爱多美的蜂胶牙膏以及牙刷。好，大家听到蜂胶牙膏一定不陌生，第一直觉一定就是，哎，蜂胶牙膏对牙龈牙齿很好，但第二个反应就是，哎呀，那个一定很贵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我就带了这个爱多美的蜂胶牙膏去拜访一位牙医师，他用了也研究过了成分，他说：“玉涵啊，你这蜂胶牙膏虽然很好，可是就是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太贵了。”我说：“嗯，太贵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呀，1支485，太贵了。”我说，你要不要再看仔细一点点？不是1支485，是1组5支485，平均一支才多少钱？97块。他一听到吓到，说：“天哪，这样子也太便宜了吧？这样子的价格很佛心哎。”没错，爱多美的产品呢，就是秉持着这么佛心，都是用高品质、低价格这样子的原则在制造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。好，所以呢，以前呢，我们对这个蜂胶牙膏的印象，一打开会有一种刺鼻的酒精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因为呢，以前很多的牙膏，这个蜂胶牙膏它都是用酒精去提炼的。可是各位打开爱多美的蜂胶牙膏，有闻到吗？没有，反而是一股很清香的绿茶味，对不对？我有时候会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口香糖那个黄键甜甜的味道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个蜂胶牙膏呢，它不但呢可以帮助我们口腔健康，也可以预防蛀牙，防止牙龈流血。而且爱多美的蜂胶牙膏更加的是绿茶的这个萃取物，好，所以呢，你不会闻到是酒精味，而是什么？很清香的一种味道，让你近距离跟你的会员朋友讲话都不会觉得尴尬。好，那是不是有一些有在用漱口水习惯的朋友？哦，那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分享哈，爱多美的蜂胶牙膏呢，它是水溶性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呀、滴一滴牙膏在杯子里面加水，让它溶一溶，这时候就变成什么？漱口水。好，一支牙膏有2种用途，才卖97块，大家觉得佛不佛心？好，一讲到牙膏，如果我直接跳过牙刷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好，因为他们就是灵魂伴侣，缺一不可哈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是爱多美的牙刷。这个牙刷，我只能说用过就回不去了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个牙刷啊，它的刷毛是软毛的，非常的柔软，非常的纤细。好像今天来成功学院，或者是有时候出国出去玩住饭店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带到这支牙刷，我会很生气。哦，因为呢，我真的很不喜欢用饭店给的那种一次性的牙刷，它的牙刷刷毛都怎么样？
硬邦邦的，我都觉得用的都是在折磨我的牙齿跟牙龈哈。那爱多美的这个牙刷设计非常的贴心哦，它的刷毛尖端呐、微小到只有0.03 mm 哦，真的非常的细小哦，所以呢，你的牙床跟你的牙龈呢，还有你的牙缝都可以刷得非常的干净。那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有长智齿？智齿是不是长在很后面，很难清理，对不对？爱多美的牙刷，它还有分大刷头跟小刷头两种可以使用。好，那你大刷头刷完了，后面的牙龈呢？这个智齿的部分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小刷头去刷。而且小朋友也很适合哦，因为啊，爱多美的这个牙刷的刷柄是用钻石切割，所以非常的好握，也亮晶晶的，很漂亮，也不会拿错颜色。爸爸紫色，妈妈红色，小朋友白色，好，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区分开来啦。好，那我们刷完牙之后就到了早餐时间。好，可是呢，玉涵最近在做体重管理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哈。好，那我就只好舍弃我最喜欢的早餐店的那些汉堡、三明治以及蛋饼，取代而之的呢是一颗水煮蛋以及爱多美的综合谷物饮。好，有在做这个体重管理的人都知道哈，我们可能会少吃。可是呢，少吃也会少摄取到很多的营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综合谷物饮的补充，去把你这个营养补充回来。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到喝到这个谷物饮的时候呢，是我随手从家里拿来泡的，没有看介绍就直接用水冲泡。可是呢，这个口味啊，我就不是很喜欢，从此把这个谷物饮打入冷宫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听了一个会员的产品课程分享，他说，他是用牛奶来冲泡这个谷物饮。我想说，要不然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，我也用牛奶来冲泡看看。结果一试成主顾，很好喝哎，喝起来有点像那种韩国松子茶的味道，甜甜香香的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们说产品课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它可以让一个产品起死回生。好，爱多美这个综合谷物饮呢，里面含有11种谷物以及4种蔬菜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呢是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，也很适合摄取哦，因为呢它里面呢拥有8种维生素以及满满的高优质蛋白，也很需要摄取比较多蛋白质的朋友。还有一种就是，正在求学学习中的学生，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啊也非常的重要。这时候呢，就非常的推荐可以来喝一杯这个爱多美的综合谷物饮。好，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补充我们一天所需的保健食品，要补充一点能量啦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我要介绍的这个保健食品呢，是我让我非常感动的产品之一哦，它叫做益生菌。我从小有一个绰号叫做米龙。什么叫米龙呢？叫做米虫加恐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是很爱吃饭，一个是很爱吃肉，所以就是不喜欢吃蔬菜水果，更不喜欢喝水。可是各位想想看，我这样子的饮食习惯换来什么样子的下场？就是排泄不顺，排便不准时，常常2-3天才上一次厕所。那你们想想看，毒素没有办法从排便去排出去的时候，就会显示在哪里？你的脸上，这时候你的脸上呢，就会看起来，气色不是很好，而且还会开始长粉刺以及痘痘。好，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环境改变呐，大家的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，再加上饮食习惯的改变，是不是很喜欢吃重酸、重辣、重咸，各种重口味的食物都非常的喜欢吃。可是这样子的结果呢，也是让我们的整个肠道以及身体机能开始慢慢的在衰退以及退化。
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益生菌的补充就非常的重要。益生菌呢，最主要呢是让我们补充肠道里面的好菌，减少坏菌的滋生。那你们想想看，肠道变健康了，蠕动开始变得顺畅了，你的排便怎么样？自然也变得很顺利、很准时。好，所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产品之一，也是非常喜欢分享的产品哦。因为大家有看过它的包装吗？是不是小小的很轻便？有时候哈，包包里面就直接塞个三四条出门。好，那跟朋友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就会很习惯的跟朋友说：“来吃一条益生菌，消化一下吧。”那朋友们吃完之后呢，大致上都会有几个反应哈。第一个，哎，这个很好吃哎，好甜甜的，有一种橘子的味道。第二个反应，哎，这个还蛮好吃的，跟刚那个好吃的意思不一样哦。它的意思是怎么？很好吞食，因为它的分子颗粒很小，几乎是口水啊，油油嘞，哦，就融化了这样子。再来第三个反应就是，哎，我只要吃一包就够了吗？哦，我就想说，啊，要不然你要吃几包？哦，他就会说，可是我之前吃过其他厂牌的，他们都说要吃2到4包哎。爱多美的益生菌呢，它从出厂的那一天就拥有200亿只菌，一直到了有效期限的前一天还拥有30亿只菌。所以呢，你说爱多美要吃几包？一包就够了，好，一包就很足够了哈。那记得服用的时候哈，一定要搭配冷水，要不然就是不超过45度 C 的温水来服用。要不然你好不容易已经摄取了好菌，结果一杯温热水下去，哇，又直接把刚刚那个好菌给杀死了，是不是北寮缸？好，所以呢，记得一定要搭配冷水服用哦。好，再来第二个这个保健食品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也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息息相关。好，我想问在座的各位，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几乎没有人举手。没错，这是一个人手一机的时代。不管是智慧型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型电脑，三样至少中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医化的时代。可是你说，像我们以前爷爷奶奶那个时代，哪有智慧型手机？不要说手机啦，甚至连电视都没有。他们以前都听什么垃圾哦，就是广播电台哦。所以现在的这个用眼频率啊，其实已经比以前大幅提升非常的多哦。那像我有个阿姨，她随身都带着2副眼镜，装饰用吗？不是哦，她说一只是近视用的，第二只是什么远视用的。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哦？带2只眼镜在身上哦。那大家现在可以看看，玉涵有戴眼镜吗？玉涵有戴眼镜吗？我也没有戴隐形眼镜哦。好，因为我没有近视。哇，在这个医化的时代，是不是很难得？我算稀有动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呢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哈？我从小就很注重眼睛的保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我戴眼镜很丑。好，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原因，所以我从小就很注重我眼睛的保健，知道说吃什么对眼睛好，做什么事情会对眼睛好，就是努力不让自己近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呢，就是爱多美的叶黄素胶囊。爱多美的叶黄素胶囊呢，里面含有2大营养成分，第一个就是叶黄素，第二个呢就是维生素 A。先来聊聊这个叶黄素哈。叶黄素呢，为了眼睛好，这个元素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，一定要额外补充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叶黄素呢，我们使用的是金盏花的叶黄素。金盏花本身呢，拥有大量的叶黄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，不但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保健的视力以外呢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女生去调整整个月经的周期。那另外第二个维生素 A 呢，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在暗处的视力。所以你说什么人很适合吃叶黄素胶囊？有智慧型手机的人都要吃。好，再来呢，还有就是，用眼过度的一些工作的职业也要吃，比如说像
平面设计师、电脑工程师，或者是长时间开车的朋友，好，比如说像砂石车司机啊、客运司机、计程车司机，好，这些也很需要去补充我们的叶黄素胶囊。好，再来吃完这些一天所需的这个食品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就要出门咯。可是出门前，我们大家看一下那个头顶的太阳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是雨天、阴天，可是阴天就没有紫外线吗？还是有。好，所以你说我们出门前一定要来防晒，防晒重不重要？好，你会说，哦，我堂堂男子汉，防什么晒？我们男生就是越黑越好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我们防晒只是防止晒黑吗？不是，我们更怕的是晒出斑来。好，更多的是这个更可怕的是皮肤疾病。好，所以呢，与其等到长斑出来才在淡斑，我们是不是先来预防好一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就是凝萃焕肤防晒乳。好，这个也这个名字有没有很耳熟？好，跟我们这个凝萃焕肤六部曲是同一个系列的哦，也是我们现在这个防晒霜更上一个等级哦。好，这个防晒乳呢是 SPF 50加，可是 PA 4个加加加加加，整个防晒系数哦都比之前的防晒霜更上一个等级哦。那这个防晒乳啊，如果你有擦过之前的防晒霜，再来擦这支防晒乳，你会发现，嘿，这支防晒乳擦起来非常的清爽，非常的透气，没有像以前我们印象中的防晒那样子黏黏的。好，所以你平常如果不喜欢擦防晒，原因是因为你擦了防晒会觉得黏黏的，不透气，不能呼吸。哎，这个防晒乳呢，你们绝对很值得一试哈。那这个防晒乳里面呢，哎，闻起来蛮香的，它也是因为有添加了天然植物的萃取物。第一个添加的就是我们的马齿苋萃取物。马齿苋这个植物啊是可以吃的哦。那如果说拿来用在皮肤上面，则是可以协助淡化这个斑点，消除色素斑哦。再来第二种天然植物成分叫做，大家一定听过，积雪草，有没有听过？好，对于美容护肤品有一点研究的知道，很多的保养品哦，都把它拿来放在这个保养的成分里面，因为呢，它可以协助真皮层去做一个胶原蛋白的形成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紧致、更弹性。所以爱多美不是把它加在保养品里面，加在哪里？加在这瓶防晒乳里面。所以啊，这瓶防晒乳，你说它是一个出门前擦的保养品也 OK 哦。好，你不想擦一些瓶瓶罐罐的，那跟各位说，只要擦防那个化妆水，再加这瓶防晒乳就可以出门咯，脸部、身体都可以擦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擦完防晒之后呢，我们男生朋友就可以出门了哈，拜拜。女生朋友请留步。好，我们让我们脸上的气色更好一点点，所以我们上个底妆再出门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呢，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产品 AA 霜粉底。这个 AA 霜啊，不夸张哈，我真的已经用掉5-6个了，因为呢，它真的是用了蛮透气，而且真的让气色变得非常的好。那你可能会说，啊，虾米洗 AA 霜啊？我只听过 BB 霜。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呢 ，BB 霜呢，它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遮瑕，我们也称之为裸妆遮瑕。好，有没有听过裸妆？裸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是没化妆一样的自然好气色。好，因为呢 ，BB 霜呢，它只是帮助你基本调整你的肤色而已。而这款 AA 霜呢，它是更注重了这个保湿的成分。因为爱多美的 AA 霜呢，它是有添加了玫瑰花果油。好，所以呢，它整个擦起来之后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脸好像变得更明亮、更保湿，但是呢，它的持妆度跟这个遮瑕度啊，也比 BB 霜来得好哦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哈，它里面打开呢会有一个粉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怎么用？
绝对不要直接拿粉扑去沾这个 AA 霜哦，因为这样子你沾的量可能会过多，擦在脸上的时候呢，你的底妆可能会变得太厚太重，导致你的这个皮肤啊没有办法呼吸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指腹，好，轻轻的在这个 AA 霜上面画圆。那这个 AA 霜呢，原本像是凝固一样的质地呢，顿时间会在你的指腹中融化。好，靠你指腹的温度。这时候呢，就只要将这个粉底呢，轻轻的点在你脸上的周围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呢，你再拿里面这个粉扑，或者是说你本身是有在用这个化妆海绵、美妆蛋都 OK。直接轻点轻拍，好，拍拍拍拍到你的脸，这个粉底液啊，均匀的分布在你的脸上，看起来非常明亮，就 OK 了。不要用抹的，不要用擦的，好，这样子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肌肤，甚至是长更多的皱纹出来，哈。所以用轻点轻拍的方式，拍到自然明亮，哎，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出门喽。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出去分享的分享，就到了回家的时候。一打开门，哎，家里怎么没有半个人在，只有自己一个人？这时候，哎呦，好懒得煮饭哦，我们偷懒一点，泡个泡面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大家都知道哈，有在做体重管理的人就知道，淀粉是怎么？减肥的大忌哈，大敌人哈，所以很多人呢会用这种马铃薯、玉米、地瓜这种根茎类的食物去代替原本的这个白米、面条这种面粉制品哈。可是相信大家都有那种哦，今天真的好想吃面、好想吃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没关系。爱多美有一款马铃薯蔬菜拉面，符合各位的需求。因为呢，这个马铃薯蔬菜拉面的面条是用马铃薯做的哦。哇，是不是第一次听说？好，这个马铃薯拉面啊，一包就拥有6000毫克的膳食纤维，等于半颗莴苣的含量哦。好，所以它的这个面条啊，煮起来吃起来非常的 Q 弹，非常的有嚼劲，不会像一般你煮那个泡面软勾勾的。好，你这样子吸进去的时候，那个面条会这样子抖动。好，真的是非常的 Q 弹，非常的好吃。那这个口味呢，它是属于有一点点微辣。有没有吃过韩国的辛拉面？好，它的口味就跟这个辛拉面很像。好，这时候一定要加一颗蛋下去一起煮，哇，包准你这个菜美味。还没有到晚餐时间就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有些朋友就说，哎呦，我不吃辣，哎，还有小朋友也不能吃啊。没关系，爱多美呢还有另外一款叫做炸酱面。炸酱面呢，它就是不辣的，吃起来呢甜甜咸咸的哦，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哦。它是使用韩国的黑面酱制成的哈，所以这个面条重点也是马铃薯做的。所以喜欢吃辣，你可以试试我们的马铃薯蔬菜拉面；不喜欢吃辣呢，你就可以试我们这款炸酱面。好，吃饱喝足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了洗澡的时间啦。那我啊是一个很不喜欢洗头发的人，大家看我头发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长？所以啊洗很麻烦，吹起来怎么样？更麻烦。好，所以呢我很不喜欢洗头吼。可是自从有一个产品上市了之后，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享受洗头洗澡的时间。好，而且呢每次洗完头之后呢，我都会沉浸在我的发香里面，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变态？好，不是哦，你们真的自己试过，你会跟我一样哈。这一款呢就叫做凝萃焕发三部曲，也是我们爱多美新上市的产品哈。这个三部曲呢，分别呢是洗发、润发以及护发，我称它为头发界的黑猫精。好，怎么会这样子说呢？原来啊，是因为爱多美呢首度将草本韩方以及生物科技做一个结合，把我们爱多美卖的下下叫的明星产品，什么产品？黑猫精，首度跟这个洗发精做一个合作哦。好，他把这个黑猫精加进了这个洗发精里面。那大家都知道嘛，黑猫精最主要的中药成分是什么？当归、
川穹、白芍，对不对？哎，当归这个中药材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拿来哎活血、促进血液循环的。所以呢，将这些中药材啊融入我们，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头皮的帮助呢，它就是可以帮我们的头皮、发根，甚至是毛囊做一个强健，好，让它可以更有这个活力，好，不会让你的毛囊阻塞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会说它是头发界的黑猫精。那除了这个黑猫精以外呢，它还有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植物，所以呢，它闻起来香香的，更添加了水杨酸。好，水杨酸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头皮屑的产生。我相信头皮屑呢，对于很多人都是一个困扰哈。再来，更添加了薄荷醇。薄荷醇呢，就是它洗起来会有点凉凉的，很清爽哦，可以赶走我们这个炎炎夏日带来这种头皮不舒服的感觉哈。所以这个黑猫精，你会说，哎呦，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黑猫精在头发上吗？那这样闻起来怎么会很香？好，那是因为我们添加的草本植物都是天然的成分，所以呢，你洗起来呢是非常清香的味道，不会有中药味，甚至还会帮你分前味、中味跟后味哦。好，就像香水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说，如果你是早上起床才洗头出门的，你早上洗了这三部曲之后，你不用再喷香水出门，你的头发自然就是你非常天然的香水味。好，那洗完头之后啦，我们就要来洗我们这张漂亮的脸蛋啦。所以呢，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每发必中的就是这个爱多美的洗面乳。这个洗面乳常常洗一洗会怀疑自己，我到底是洗面乳还是在擦保养品？好，因为呢它洗起来呢不会像一般的这种洗面乳洗起来非常的紧绷，反而是洗完之后怎么样，非常的滋润。好，因为它是我们的氨基酸洗面乳，重点是用量非常的省。好，省到我可能只用我小拇指的指节一半，让它加一点水，起了泡泡之后就够洗我这一张脸喽。好，所以呢，常常会觉得，哎，这一罐多少钱？255元，真的是太佛心了吧？怎么用都用不完。好，重点是呢，你可能会用到最后有点快挤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这样子切，对不对？切完之后你就把它丢掉吗？没有哈，这时候呢，你可以尝试做一件事情，叫做把它剪一半。剪完之后你会发现新大陆哦，因为啊，这个洗面乳里面还含有非常非常多，在它的这个包装里面，真的还足够大家再用上半个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洗面乳255佛不佛心，非常的佛心哈。好，洗完澡了，我们接下来睡觉前的时间，我们就要来呵护一下我们自己的什么漂亮的脸蛋喽。好。那当然，爱多美呢，现在有两组畅销的保养品。第一个叫做肌肤保养六件组，另外一部叫做凝萃焕肤六部曲，对不对？那其实玉涵今天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六部曲，因为真的它的这个效果呢，大家都是共所皆知。但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跟大家承认，我被禁止用六部曲。我被我妈跟我姐禁止使用六部曲，她说你都还没30岁，用什么六部曲，你给我去用六件组就好了。大家觉得我用六部曲会很可惜吗？会很浪费吗？会吗？好吧，那我只好乖乖的回去用这个肌肤保养六件组。可是这个六件组我也是用的蛮有心得的。首先呢，这个六件组呢，它是强调这个保湿补水的部分。你会说保湿补水重不重要？其实呢，诶，你平常你会嫌说你的底妆好像不够服帖，那个是因为你的保湿补水没有做得充足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不是出问题出在你的底妆上面，是出在什么？你原本的肌肤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一款六件组它也是用了许多天然的成分萃取物，比如说像冬虫夏草、桑黄蘑菇以及贝塔葡聚糖。好，这些天然的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保持弹性，最主要呢就是可以保湿补水
这样子的功能。所以六件组顾名思义里面有六个东西咯。首先化妆水、精华液、眼霜、营养霜、 BB 霜到乳液，总共六个。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化妆水。这个化妆水呢，是我一整组里面用的最快、用量最多的一个产品。常常一组六件组，我就要用三罐的化妆水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“女人是水做的”？听过吗？有哈，不是因为很爱哭哦，而是因为啊，我们人体70%都是水分，所以你说平常多喝水重要，脸上的补水效果也非常的重要哦。好，我们压三下算一次的话，你压了第一次，擦了你的脸，你会发现，你的脸很快的就把这个化妆水给吸收了，就代表你的肌肤还很渴。这时候请各位不要吝啬，再压第二下。第二下压完还是擦完还是怎么样，很快吸收，再擦第三下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假如说今天你们的口很渴，一定会喝水，对不对？喝了第一杯还很渴，你会阻止自己喝第二杯水吗？绝对不会嘛，你一定是喝到自己不渴了为止。所以脸部的补水就跟我们喝水是一模一样的，请你擦这个化妆水啊，擦到就是你的脸蛋已经水嫩嫩的，喝不下再多的水了之后，你再来擦接下来的精华液以及眼霜。好，那像玉涵的习惯呢，是早上擦化妆水加乳液。好，因为我也是属于比较容易出油，好，不喜欢擦太多出门的人。那晚上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就可以换作是用化妆水、精华液、眼霜，那这时候就不用乳液了，可以改用营养霜。营养霜呢，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比较滋润一点点的，好，所以我会在晚上使用。尤其是现在夏天，大家是不是都会开冷气睡觉？好，开了一整晚之后，你的这个皮肤啊，通常都会变得怎么样？非常的干燥。好，因为冷气房里面是非常干燥的，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你如果将这个营养霜啊，当作面霜、面膜一样来使用，好，敷了薄薄的一层睡觉，经过一整晚这个冷气的肆虐啊，起床你会发现，你的脸蛋上面还是非常的水嫩，非常的 Q 弹，好，一点都不干燥。所以呢，建议各位呢就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就是敷一个这个营养霜，好好的睡觉哈。所以呢，以上这些呢是御寒一天的生活。其实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分享到每个产品，但是我真的有仔细算过，我一天会接触到爱多美的产品起码有30种。好，所以呢，真的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产品，我也觉得很可惜哈。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听完御寒的一天之后，请问各位的一天有80%以上跟御寒一样的，举手我看一下。好，都是一样的生活，谢谢，请放下，都是一样的。不管你现在是还在念书的学生，或者是说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甚至是说，你是一个已经退休70-80岁的爷爷奶奶，是不是也是过这样子的生活？那更别说马来西亚人、日本人、新加坡人，甚至是日夜跟我们颠倒的美国人、加拿大人，是不是也是过这样子的生活呢？是，所以这就是爱多美的魅力。这些生活化、多元化的产品，其实呢，常常呢，就藏在我们生活中的细节，只是缺了一个动机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品，家里有的生活用品，换个品牌用用看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透过玉涵的介绍，大家都了解到了爱多美产品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地方。那也希望透过玉涵的介绍，可以让大家天天爱多美，更爱爱多美。我的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